够了，就这种我还可以看一看。你念的有时候我都看不了。真是服了。我在粘，你看你的时候，你把你的表情你弄好。你看你那都什么表情？我表情怎么了？那什么都什么表情？那老外，喂，你看，我的出气表情，你表情，喂，你看，老麦是什么主播？老麦是舞蹈主播。啊，你有白名单吗？白名单是什么？我的妈，这个就是舞蹈认证的。可以在直播跳舞。对，有啊，有的是吧？那你这样，你展示个舞蹈，我给你点到，我靠，才5.4万，我给你点到6万、7万，跳个舞，就这么决定吧。好，我们跳舞来跳个舞，好吧？那我就我们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在给这个对吧？这些努力的主播们，对，让他们就是涨点粉丝，就帮助他们。我的英文讲的可以不？可以，非常好。Stop to, you are stop。非常好。OK。你停一下，啊，对不对？老妹儿，哎，涨了多少分？6万了。6万。多少分？涨了6000。涨了6000。啊，说了没有关注可以关注一下，涨了6万。好，涨了6000啊。好，6000。好，宝宝给你下了啊，我要截图发给小杨总，谢谢弟弟啊。弟弟不能爽，不能发给小杨总。好，丢丢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不能发给小杨总，不能这样做啊。不能这样做了。来，麦东西。
把他的视频发给我，我来给他发。爹，哎呀，你要管理好你的表情不行，宝宝，你就不能管理好？你干嘛？老妹什么主播？老妹什么主播？一只小耳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叫哎大耳朵？啊，不认识我了。哦，认识认识。你什么主播？认识我了呗。你是什么主播？我现在是坐坐主播，就坐着。什么坐着？是，然后我不能，我不能，现在不能起来。那个也能起来，但是我不能跳舞现在。嗯，啊，不能跳舞了是吧？我们这边是今天连才艺主播，不能跳舞了，可以跟他聊聊天，都挺好的。哎呦，你我可以唱歌。不要哭了，咱今天就是。咱今天就是唱歌也可以。唱歌不行，唱歌我们主要今天就连一些那种跳舞。你拿什么歌？我你说你别讲话了，兄弟。我在兄弟们约了，约了，今天唱歌不也挺约的吗？啊，不能跳舞是吧？你什么时候能跳舞？过几天，好吧，好嘞，好嘞，过几天吧。给小耳朵点点关注，那我给你下了，小耳朵。好好，拜拜。好嘞，好嘞，嗯，好的。你看看你，你回家，你回家不行？别人不能跳舞了，你非让别人跳吗？唱首歌不也挺好吗？对吧，兄弟们？是吧？你是欠揍吧？连个男的。真烦，大杨哥，你就不是啊？静怡天天他跟他不能跳，干啥？他唱首，他说他能唱歌，你让他唱首歌不也挺好？哎，小杨哥，你这个干啥了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？我在洗漱呀。啊，洗漱了，那、啊、给你下来啊！你洗漱，好好洗漱啊。洗漱，人家都洗漱都要睡觉，你能打扰他吗？对对对，没毛病，那就不打扰你了，行吗，老妹？嗯。能跳舞吗？可以啊。别人洗漱了，你让别人跳舞，别人都要休息了。没事没事。我是那个舞蹈老师呀。哦，舞蹈老师，这样吧，展示个舞蹈可以吗？嗯，好嘞。你看人家多温柔。谢谢你，管理好你的表情，像我一样，对不对？像这种你一定要面无表情，你知道吗？才能感觉你是个正直的男人，你知不知道？连个 WiFi， 没事儿。你看像我，看我的，看我的脸，老板，你别放歌了，你看我的脸，对，跳吧，表情就是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一样。跳吧，跳吧，跳吧。我要无声跳舞吗？随便你，随便你。好，没让你脱鞋，老妹儿。无声怎么跳呀？好，下了啊。无声，老妹儿，这样吧，等你好好的，你现在在厕所不方便啊。回头大门你可以连，等你搞生产的时候，你这样真不行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回头给你连啊，哥哥。嗯，好嘞，真好看，你们关注一下啊。好，拜拜啊。你怎么这么有？我觉得不挺好吗？还没看到嘞，就这种我还可以看一看。你连的有时候我都看不了。啊、真是服了。你看我在粘，你看你的时候，你把你的表情你弄好。你看你那都什么表情？